就是这帮孙子在中共体制底下，所以所有你看到的能进入国家体制的，能在主席台上的，能进入他们的这种体系里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他不靠行贿，这个勾兑送礼，对吧？去舔屁眼儿去干这些东西的，没有一个人不是的啊！你们记住了，就是我今天郝晓东在里面讲的这一切啊，你们看见啊，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个这几个人啊，同年为四，王俊生、徐根宝、杨黎敏，还有荣志航、吴志刚，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从小啊，他们一个一个的历任我的教练员们，我的曾经的什么足协领导的曾经啊，没有一个不是的啊。徐根宝87年开始接的国家二队，他为什么对年维四这么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去巴结啊，去这个行贿去那个，因为他是年维四是被中共树立为了所谓的足球的元老，所谓的哎最早国家队的什么哎能跑啊，就来完了又成了足协主席，是吧？他基本上算是很早接了中国足协主席，很早当了教练员。他是把陈诚达、陈指导给弄下来的，他当了这个国家队主教练，当了什么最后的足协主席，当了这个孙子也是很能忽悠，很能他妈的这个诈骗，就很能蓝金黄的啊，要不他坐不了这个位置啊。完了以后，他就为什么徐根宝连自己的退休金的存折都给了他，是吧？这在全世界是一个绝大的讽刺和笑话。我不知道这帮孙子到底是为了根宝好，还是为了他不好，就是真的低级红高级黑啊！妈的，中国足球、中国社会都成了这个样子，你一个教练员、国家队的一个人，你能把你的退休金这种的给了你曾经的领导、曾经的那个教练，你他妈成什么了？他没有养老金吗？他没有国家保障吗？那你交给他了，而且他不是现在交的啊，他一几年就交给他了，就给了他，或者是多少年前就交给十几二十年前给了他，你靠什么活？我就问问你，是吧？你们这帮王八蛋，公然的还出来还给大家说哦，你们要尊老爱幼、尊师爱幼，要尊重前辈，要那个，你这些王八蛋，你共产党，你给这些，你看年维四提拔徐根宝，徐根宝提拔高洪波，高洪波最后提拔吴磊，我就问问你，他能有一个好吗？是吧？徐根宝是当年在昆明88、89年还是多少公开竞聘啊，就开始就是年维四搞的国家队教练什么公开竞聘啊什么的，当时他就是当时完了内定了他。当然了，我们八一队教练刘国江指导也去竞聘啊，狗屁，只有一票，还自己投自己的，是吧？你不可能赢，对吧？但是呢，共产党又不能让徐根宝一个人竞聘，他在都把你们拉上啊，拉了好几个啊。就是这时候，其实年维四一开始对徐根宝的评价很低，这不是我说的，年维四你自己说的啊，这就是共产党的丑陋邪恶的。年维四说徐根宝也是说他不行啊，根宝来吧，一到了关键比赛掉链啊，一到关键比赛掉链啊，腿都是软的。这年维四你说的啊，不是我郝晓东说给徐根宝的，他说人徐根宝的，徐根宝的你的助理教练什么杨黎敏这些，是吧？你都公然的骂人家，包括李松海这帮孙子还能舔着脸一直跪在你面前，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为了这口狗粮，你以为他们真的尊重你吗？对吧？你们这些人，对吧？怎么来教育？能教育好球员？你们这些王八蛋说一套做一套，你所谓的铁帅，你所谓的至今严谨，他妈的没有一样你是真实的。徐根宝、王涛当年在队里，国家二队，怎么来收拾你的？你有没有点尊严？你知道吧？国栋，你都不知道，像王涛那，公然他就要第二天就要晚上走了啊，去印度尼赫鲁贝啊，完了王涛就要去沈阳，坐火车今天训练，就要走，
就要看他女朋友。根宝哪能这不行，那明天都出发了，你哪能今天下午训练完就走，你不让我去，我操，自己弄完走了，第二天接着回来，你徐根宝还得让他接着打尼克鲁姆杯。郝海东讲过一句假话了啊，你的国家二队他妈的李松海，你们徐根宝治军严谨啊，有严谨，妈的不训练这个江红城墙两个门不守了，一人靠一个门柱，对你们的教练公然的在场上侮辱你们，你们有一个治军严谨吗？杨黎敏，你是在八一队唯一一个让我们全体队员给你这孙子哎下午教训练三点钟，对吧，当时都是在底下集合，你杨黎敏吗？我们八一队没有一个人下去，是你吧杨黎敏啊，这国栋我们全队你吹牛逼，我们有没有啊？杨黎明，你有个屁敢放吗？江红带着他的狗就在会议室里开会，你敢说吗？你要他把狗拿出去？江红说了，我人在，狗在。你杨黎明连个屁都不敢放，你们这帮孙子告叫治军严谨。国栋，我不说你们没人知道，对吧？这就是他们，就是给所有老百姓共产党洗脑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从一开始徐根宝，我进入成年队以后啊，进入成年队以后，徐根宝当国奥队的教练，当上国家的教练，我觉得我当时不太了解这个教练，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挺有水平的，因为我八八年在国少的时候，根宝那时候带着国家二队。我们国少队那时候在体育局大院跟那个国家二队踢了两场比赛，他是国家二队啊，当时国家二队还不是国奥队，八九年，哎，觉得这个教练是咱当时小孩嘛，觉得这个老教练啊很牛啊很厉害，但是后面听了东哥讲了以后，这个孙子从小从他推了以后跟着就会蓝金黄，这个蓝金3F 计划用得很好啊。国栋，你可知道你八八年什么的还国少，我87年就是国家二队的队员啊。郝海东，我们改了年龄啊，我们改了年龄啊啊，我17岁，我就是国家二队的队员啊。18岁八一队的主力，我17岁国家二队就叫，就徐根宝在啊，他就是都已经跳我，我在昆明的冬训，海埂，对吧？这一点不用我吹牛逼吧？你徐根宝承不承认？对吧？这都是我们的过往，就是我知道他们这一切的一切，啊，这帮孙子干的事情，他们最后为什么要给年维斯像徐根宝？都拿了自己的存折退休金告诉给了他这个教练，你不是公然行贿吗？你们这些王八蛋，不还提拔了你栽培了你，他狗屁，是你行贿了他，对吧？当年你们在昆明的勾兑把人家他妈的高峰文最后搞下去，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对吧？在昆明所谓的投票不就是这样啊，你年龄是搞的这个还民主竞争，所谓的这个给教练员，就跟每次的足协的这些什么拿教练员委员会来去他妈骗人一样啊，就像这些每一个人，你想想高洪波怎么能在足协混啊，他不就是滴溜着点心给年维斯给金志扬行贿南永行贿杨一民吗？是吧，他老婆还在足协，高洪波的老婆在足协啊，成为是吧，在财务部还是技术部，我忘了 啊这些王八蛋蛇鼠一窝全都是这样的，对吧？我今天再告诉你，我郝海东如果拿着第六的点心去看看年维斯，看看王俊生，稍微没有你们这些王八蛋的任何人的事情啊，你们这些人得不到别人的认可啊，但凡我能拉下点脸啊，但凡我去到一下，因为他们找一直在找代理人，
那他们一直在找，那因为足协这些很微妙，你看他们后来弄出来一个七五升大旗是吧，不行，那这输完换了对吧，老外教练，其实他们不想用老外教练啊，所有的中国足球的所有的这些从这些踢球的这些足协的人啊，你看着年维斯啊、王俊生啊什么这些人，徐根宝，他们绝对不会想要外籍教练，不可能啊。我们当时的鲁迪来到国奥做顾问，没两天就被徐根宝都搞走了啊。施拉普纳来，徐根宝他们在旁边一点好作用不会起啊啊，有点什么就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对啊，就在底下来回的分化这些啊，这就是这帮孙子干的啊，因为他们知道霍顿来的时候，霍顿那个教练那时候如果留下，那九七国家那就有戏了，这对吧？肯定出现。如果霍顿跟鲍克斯顿留下、嗯、啊，这绝对的。鲍克斯顿是维纳鲍尔斯的助理教练啊，英格兰国家队的这个主教练啊，他的助理教练鲍克斯顿还有霍顿，他们当时都是九七年来到我们这儿当的顾问是吧，后来一看顾问的太好，你就给把他赶走了，你别顾别问了。这就是共产党真的太邪恶了。这个当我的亲身经历，当我给你们讲这些我真实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在身边是吧，你看看这帮人多不要脸啊，而且这么的公然的来去宣扬这个行贿，这可不是尊老爱幼啊。你们要知道，你拿着你的钱给了你的前任领导，给了你什么概念，这在国外是什么概念，行贿受贿是什么概念，一个行业他妈的公然能去说，还舔着脸说给他妈的什么什么恩师过生日，所谓的你们这帮孙子不就是拉帮结伙搞山头主义，团团伙伙公然行贿受贿吗？对吧，哪有什么一点点的这种文明啊，这种真正的在这个社会里公序良俗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嘛，是吧？国栋，你看一看，就是在这里面所有给别人洗脑的这帮王八蛋啊，他弄着吴磊他们这几个孩子在过去，一开始说对，根宝现在是财大气粗啊，你想想，连上海市足协主席，原来朱广沪干主席，秦国荣干秘书长啊，就是根宝给拿下去了，把刘海刚给换上去了。嗯，因为朱广沪不可能他们一波的，不是一波的啊，他现在整个就是在上海滩，他是真正是这是老大，根宝，你看，而且他们就是这样啊，你看朱广沪就得用健力宝这批人，啊，李铁他们，徐根宝这些就得用高洪波这样的人，啊，那这些人最后你像大齐没什么人了嘛，他最后就跟到了这个，哎，高洪波因为在北京，包括，哎，根宝支持他，哎，他就会去年维斯那儿，这个金志扬那儿，包括这个王俊生那儿，哎，大家都点上头，滴溜点儿那个桃酥蛋糕过去看看罐头。但是呢，真正足协的主席的时候，他要行上会啊。他一开始行贿了南勇啊、杨一民他们，哎，他落了好了。但是这波人一换的时候，换了足协主席了，他就不怎么得意二抽了。高洪波这个，哎，包括他足协副主席，哎。足协主席、足协副主席是不是大家都投票选？那么你上任选了，你一个国家队教练，你都能把人霍顿全体他妈的甲 A 教练投票把人投下去，不让人当国家队教练了。那么一个足协副主席离开足协，是不是应该也有点程序啊？啊，高洪波离开足协不当副主席了，你们有个说法没有？是吧，国栋？应该有个说法吧？他怎么就走了呢？他们就不是了呢？他为什么不是了呢？你们？对吧，有个说明吧，到今天了啊，没说明他怎么了，他是肚子疼啊，业务能力不行，还是受贿了，还是自己辞职了，是吧，你们得给个说法吧，没有，对吧，这里面为什么呢啊，
你们就可以看到中国足球的伪职业三十年，就是在这帮人底下，你可以看看从年维斯到王俊生到什么这样每一个人啊，就是这么样的，一点儿点儿的真正的行业规律都没有了。那郭董，中国的老百姓，中国踢球的孩子们，都是在这种环境里，在这种土壤里被奴役着。郭辉那可是青少部的主任啊，大家想一想，中国的孩子还有希望吗？你们他妈的踢啥球？怎么踢？对吧？踢来踢去，你不给他钱，不给他勾兑好了，不给他，你还想进国少、国奥、国青、国？你他妈屁都在，他随随便便整死你，是吧？弄点什么东西，啊？魏少辉这些孙子，每一个足协的这些官员们、这些工作人员们，都是要去一己私利的。要不他们退休了怎么办？啊，他们不捞，退休了谁管他们？现在足协出现大问题了，脱钩了，跟体育总局。所谓有的人，我靠，退休以后，我靠，不享受这个什么处级科级待遇了，你知道吗？这个可坏了，我靠，这帮现在很有可能有的就要走上上访之路了。你他看够了，你讲了，对，你想想啊，看似他这个足协一分钱不赚，青少部管青训的青少部有个叫叶丽的啊，是个女的叫叶丽，每年查骨龄啊，你想查骨龄，一个球员关系好了收两万，关系不行了再经过中间人能收到五万块钱，把这个给你把骨龄测试给你过了关，一年你想想全中国多少球员测试啊，每个年龄段都有啊，每个年龄从你讲从十三四岁一直到十三四岁，就算三个年龄段吧，你想想，一年弄个千八百万呢，那不跟玩一样吗？这就是足协，你就青少部，青少部你看呢，你看我就说这一点多吓人啊，就是啊，共产党，你们看一看，就这些所谓不显山不漏水的，但凡一查，全部是塌方式的，啊，没有一个是能幸免的，因为这帮孙子，你不点钱，他为什么要给你干事儿呢？他坐在这个位置上，他就是当年行贿受贿得来的，对吧？他他妈的不捞回来，他买了官儿。刚买成营长，你打仗打死了，他能打吗？他刚得成师长将军，他你就让我上了前线打死了，我他妈的能给你打吗？是吧？他得捞啊，他不捞回来，他怎么来去去往下生活，是吧？这是仅仅是一个体育的足球，我就说嘛，你们这帮王八蛋们，你以为老是骂足球，我就说了，你以为光足球吗？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跳水、游泳、篮球、排球更黑的一样是，是吧？因为有的项目还没有伪职业呢，最起码足球还是职业的伪职业，那个他妈是专业，更你连暗无天日了，你连伪职业还不是，你就想想，暗箱全都是暗箱，对吧？比赛内定。成绩内定，打分内定，啊，足球你不管怎么样，还要上去踢完，踢出假比分来，是吧？这个就定了，你就冠军，他第三，你第五，是吧？分配完，各个全运会大家回去，对吧？最后呢，就把牌子领了啊！各个体育局在全运会之前都到北京，啊，到各省的体育局局长都在到北京啊，去跟这些项目管理中心主任。对吧？各队的国家队的总教练、啊、都在勾兑啊，是吧？那个熊尼一样啊，啊，那都是跳的最好的，是吧？湖南省体育局局长，你狗屁，你他妈吊着吊着来进北京，你得看看，是吧？你能勾兑回几回金牌去，对吧？当然，你回湖南要去给李江趴下，是吧？跪下，是吧？这些孙子就是没有的好，没有一个能好的。是吧？这个令，你听一听，对吧？你想想，
这就是中国是啊。我听到就是看到这个新闻，就像郝董你说的，就这个新闻如果不是郝董说，我可能就看一下都看不出来里面的东西。就是后来你想一下，把退休金的那个存折给人，这就不是一个正常人可以干出来的事情。然后包括本来就是对，太可怕，然后太可怕了，是的，他连他亲戚亲爹亲妈都没给啊，对啊，连他亲爹亲妈都没给啊，对吧？这帮孙子，哎，你说，哎，中共这边要不要廉耻，对吧？哎，我他妈拿存折得给我姥姥，对吧？从小我在姥姥家，给我爹娘，我操，我他妈八一队八零年进了队，我每个月给这个家汇10块钱，给姥姥汇5块钱，是吧？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妈了个嘚儿，你这些孙子。就是你们这些王八蛋，不是一个月的工资，就是我每个月就是我攒了钱以后，我们当时是7块钱，八零年，完了呢，队里面发4块，给你存3块，一个月就等于我们有4块钱。那么我存几个月，几个哎就会存点钱，哎，给家里10块钱，当时哎给姥姥5块钱，哎10块钱就。第一年嘛，哇，那你10岁的孩子都挣钱了，都给家寄，那高兴啊，家里面，对吧？你得给爹娘，给他们自己的亲人，顾家，那叫顾，那叫顾家啊。表的，个表教练，那个表的是什么？我操他妈，那是你爹，是你，他是一个正常的他妈的师生关系，怎么能他妈的都送礼是吧？这帮孙子一开始告，要想踢好球，先要学会做人。学会做人，他妈的，学会做啥人？就给你们送礼呗。现在这帮孙子也学会了，徐哥宝，听见我说踢好球，做好人，我再叫你一遍，徐哥宝，还有读好书，这是郝海东说的，世仔是吧？20年前了啊，我的这个有股份的那越野足球俱乐部，我告诉你，读好书，踢好球，做好人。啊，你记住了，你们这些孙子，包括这个王东凤校园足球，我说健康。体魄健全人格，自由思想，这个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啊！你们都他妈的记住了啊！都是郝海东说的，你们都别背的时候。王东峰已经抓起来，不用记了啊，在号里边啊。对，台风已经台风对吧？他奴役你，洗脑你，洗这些人，他就拿这个东西，他你看，我给年维斯啊，我给他。所谓的这个过生日啊，你们也得像我一样啊，给我送礼，给我过生日啊，这不就是很明显的吗？这些王八蛋们，对吧？你们这个定拉什么屎，对吧？就这点破事儿，你们这帮骗孩子、奴役孩子们、洗脑这些孩子们，这些年轻大部分的年轻队员阅历太少，没有独立思考精神，为什么？不是因为读书少。不是因为他们这个上课少，不是因为他们没受这个中共的所谓的这个义务教育，不是的，他们就是没有独立思想，没有独立思考，没有阅读习惯，啊，这个很可怕，因为他们从小在徐根宝的这种体系里面，他绝对不会让你读书，让你阅读的，不可能，徐根宝打死他都不会让你，他会算命，你懂吗？他会看风水，啊，他会去他妈的弄虚作假，他绝对不会让你说，哎，写一些独立的思考啊，你比如去到哪里啊，写一个游记啊，是吧？包括一些训练日记啊，包括读书啊，包括阅读啊，他不会让你这样的，啊，我们从小还是养成了这个习惯，不管怎么说，到八一队的时候，刘国江知道，啊，孟宪武知道，尹怀荣知道，李周哲知道。他们还是让我们去阅读的，有阅读习惯，有记笔记习惯，有到了一个地方写这个感想的这种。哎，你去了南京长江大桥是吧？哎，你写一个感想啊，写一篇游记。你说从小啊，你虽然我小学三年级就没同学了，但是我从小阅读什么《十月》啊、《啄木鸟》啊、《故事》、《读者文摘》、《读者》啊这些，我都读啊，是吧？那当你有了阅读习惯的时候，你就会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逻辑思维能力。共产党可怕的就是不让你有独立思考，不让你有逻辑思维，不让你有常识，
所以他们会奴役你嘛，对吧？你就像年龄四这些人，徐根宝、高洪波这些人在我面前，他们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你以为我现在是在这儿跟你们讲吗？我当年在队里面就是跟徐根宝这么讲，跟年威四，当然他到后来都不是了，是吧？跟王俊生，跟那王俊生，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出来要去开会，袁伟民跟我们开会，他就在跟我说海东，今天没别的什么事，你只要别说话就行。他们都吓成这样，啊。这就是共产党，你们没想，你们永远都想不到，他们见了领导的唯一的人就是，哎，郝建东，你只要别说话就行，今天你别说话，你在这爱干嘛干嘛，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本没有笔啊，国家队开会都他妈领导来，这帮装模作样，都一人要发笔发本，完每个人都在那记啊，其实本上全画小人啊，这帮孙子这。弄虚作假，装模作样，就是都成这样。郭董，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每次开会，这帮孙子都让我们代笔代本。啊，袁伟民开什么，王俊生开什么？我说他妈的，他们讲的一些狗屎啊！你说霍顿开会，我会记笔记，是吧？哎，人家曾经讲了什么？啊，这个主教练开会，我会记笔记。当然，徐根宝这些我就根本不会记了。这个孙子，98年的时候啊，97年在昆明冬训，指着他那张训练，这个计划，他贴在楼道里的。他告诉我：“海东啊，你记住了啊，以后你当教练就按照这个练好了。”我去你大爷的吧！我扭头就走了。我心里话：“去你大爷的吧！”我那。你这个孙子，我照着你的练，你妈的，你一周就会练一次十个400米，我按照每一周的，就一模一样啊！他这一个赛季，从你妈星期一到星期六，每一周一样，完了打场比赛，当然了，我们全赢啊，都你妈的，一共才他妈十几轮比赛，当时才12个队，我们提前5轮夺了冠军啊！啊，他就是每天，因为我们没办法逮谁赢谁。那时候找个厨师啊，找个厨师叫他去当教练，给你们做好饭就行了，你不用管了。大连队那时候谁能赢了大连队？啊，最辉最牛的时候，最辉煌的时候，不用徐根宝，对吧？浪费钱，对吧？请个厨师去，弄个狗，请个球迷，转个饼，对，一条狗也对，你。找个就是在网上发信息说这个找个球迷热爱足球的，免费过来做饭。哎，你做饭之余去主教练席上一坐，就拿冠军。这个不是吹的，不用开准备会啊。这个孙子一开准备会还乱了啊！本来大家头脑都挺清晰了，根本最大的特点是他能把这个没有。热闹不起来的比赛，他能把人弄热闹，他能把自己的队员骂得不会踢了啊！徐根宝能把一个队员，等我就亲眼见在昆明冬训，他那个右后卫叫姚俊，就因为一次小失误嘛，那个昆明场地不平嘛，球没停好，这下可坏了。这个真在旁，正好右后卫他在那个替补席上，整整骂了他10分钟，不会了，直接这个姚俊腿直了。训拐了，啊，过一会儿换上去，这帮啊，就这么快，就这么个家伙啊，基本的知识，基本的做教练员的管理能力都没有，这些孙子都号称中国教父、青训教父，王八蛋，他们能培养出好球员来，他人品没有德行，没有人品，包括你这个技战术，他的业务水平也不具备。就靠着这种会来事啊，蓝金黄从那时候最困难的时候，他从国家队退役就开始蓝金黄，小恩小惠开始打好基础，要不哪有这个孙子事儿？对呀、啊，要不他凭什么啊？他凭什么去做国家队的教练？不是他啊，就是他也会到。他留就是在这个邪恶的中共这个角逐机体制里边，这个劣币驱逐良币，啊，对，有些和他同期了，人家还要点脸呢，啊，有点骨气了，
人家不去干这个事儿，嗯哼，对吧？没错，